这俄罗斯打全了还带失落，这么夸张？哎，我怎么没走过去？哼，玩你妈！这瞎子，哇，全杀了。我看这男枪过来是干嘛的？这怎么测都能够到呢？别发了，别发了。这尼玛这一塔把我杀了。
100把还是要死吗？ 把瞎子杀了，瞎子这么出装很脆。 死，操，我也死了。 不过这把我没 ADC 挺肥的，5杠2杠0，小混一把。 去对面下路提款去了，提款，慢慢拆吧你就。 直接把下路摇到中路去了，我来下路杀他们下路，我感觉这样子就挺好的。被拍死了，卡莎应该死不掉。 好杀。
这应该，这个人应该没虚弱的吧？你来打章鱼吗？我去下路替换去了。一脚踹死！这两个人，这个瞎子可以去死了。蜘蛛这都能吃到塔的那个杜灿，距离这么远，让蜘蛛拿一个助攻吧，一个意境可以拿助攻。一口咬死，这个洛伊看到这个卡莎头疼的一品，他就巨难受。死了，暴杀刘瞎子，这人的失落放啊，跑路跑路，扭着扭着扭到他 Q 上面去了。这把只能说下路差距太大了。哇，好大，但是没什么太大作用。为什么不推墙？推哪不都一样吗？这推哪个地方不都一样吗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大刀只要打中就行了。这我现在不随便杀厄洛伊，小小厄洛伊。
定是齐亚奈传奇的一章。蠢材！各位，你们未来的女皇要暂时离开一阵，好吧，请继续作战。如果天分也是一种元素，继续猜吧。顶尖。过来 K 一个人头。死了，没拉到，死了。他们应该能一波吧。